这里好暗哦，最近有来过哟。嗨，晚上好，大家好。这里很暗哦，连灯都没有，连路灯都无。嗨嗨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现在在屏东盐埔一个很行啊来的地方，非常的巷子妹。刚到，刚到。刚宝宝一行啊，不错啊，还很多人来耶。在 YouTube 上面直播，忘了带脚架。好险是晚上，所以不会很热。对，掐指一算，我们看一下打水哥回下来。在屏东盐埔非常的里面，太子的大师眼镜哪里买？不知道，都是粉丝送的，我们也不知道哪里买的。荒郊野外啊，刚才网路还蛮顺的。盐埔哪里？不知道，一个非常巷子里面的地方。你做行啊来这，也没有地名。长华路一百间两间厝尔。几点会入庙？现在就在入庙了。大家分享起来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
道帅哥下来了吗？不知道，应该还没吧。到目前看，应该是还没。在岩谷一个不知道哪里的地方，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哪里，没有地址。叫我得去，叫我得去。嗨，晚上好。还没吃饭，我们都还没吃饭。刚高雄结束就赶过来了。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。大帅哥还没下来哦，今天是出新的太子，今天的两个太子都是新来刚在练习的，真的很悟哦。这个乡下地方，我们都很期待大帅哥下来。有人也很期待的吗？超期待的，赶快打出来，留言，超期待。真的假的？很雾又很卡哦。是这里现场人不会到，说非常的多。因为我忘了带一个工具，所以没办法在 YouTube 上做直播。真的很雾吗？我接收到你们的留言跟讯息，也是隔了快一分钟。感觉很多留言就被吃掉了。站了一个挡机，准备要起来了。好快啊！
现在接收到留言是非常后面的事。我们那也有粉丝呢。他们还有吗？有，他还要再贴啊。那有，刚刚按漏。哦。5G 快上路了，很快就不会误了。我每个礼拜都在跟眼霜反应，网路真的很慢很慢。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跳舞结束，大帅哥会不会下来？我们要问一下大帅哥，今天看到大美女穿婚纱的感觉如何？电台在旁边这么多跳呢。
对，来看你们有没有偷说他歪话。会开开啊！会开开。嗯，大家要看，叫周玲还没有卸，还没有卸妆。我来不及卸妆。对啊，哎，怎么去帮忙放？对啊，那我赶快乱跑，我不要让太子跟到我，跟在我旁边。我们不知道他烟谱哪里，我也不知道哎。手熟太子几年级？他已经小学六年级了啊。哎呀，现在他在这里面算第二个老鸟嘞，要算第二个老鸟。哎，刚才有没有跳错？两次哦，两次。他跳很多，跳错很多次，对不对？我有在看哦。我去要再训练。小胖今天要打鼓啊，小胖今天去弄鼓。大帅哥今天还没哭，对啊，还没下来就还没哭啊。我们很期待他下来哭一下，对不对？等一下他哭完，我们再问一下今天有没有看到他穿婚纱。大家有看到我们大美女今天跳抖音吗？穿高跟鞋跳呢。这里很多第一次。对啊，她穿高跟鞋跳呢。哦，这条路是一个无尾巷啊。对啊。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还以为是要做什么夜巡的。对啊。新龙堂，小胖给他弄够啊！哎呀，给他弄够，画面一直跳啊！对啊，李昌，对吧、啊？一直按表情符号就会误掉。他没有在拍你们啦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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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现在啊，抖音在哪里？上面搜寻我们相互公主太子真官方频道就有了。IG 会直播吗？目前还不会 ，IG 都是姐姐自己一个人在直播的。什么是 IG 啊？对啊，我们等一下问一下大美女有没有感觉？几个人有？用猪牛水挡挡没有，他只是还没卸妆而已。我还来不及卸妆。你看吗？等一下回去就要卸妆。伊阿妈家话的特别在跳啊，你都唔知呢。啊，阿妈在在跳啊。旗袍穿着，旗袍穿着。你知道用猪牛怎样也会萎靡吗？当晚地用落来，有啊，六月十四日就看得虎面啊，佮甘草报、草乌报哦。敬请期待。音量够吗？音量够、哦、我们应该会恢复六台游览车，应该会。对啊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试试看，如果没有披肩的时候会不会怪怪的啦。谢谢。那当然，如果有披肩比较好看，我们还是会用披肩比较好。对啊。他刚才是蹲在我旁边看我直播。我的妈！刚才直播整个雾掉哎，大家都看不到哎。他可能知道今天晚上。他有这么贴心吗？他有这么贴心吗？暖男。
我今天有没有看到我穿那个衣服啊？今天有没有看到大美女穿礼服？其实我们是去拍全家，我没有结婚，我还没结婚。大家刚刚准备结婚啊？大家不要想太多。我也还没卸妆，我舍不得，我要用到明天受精问世。大美女也没有结婚，公主娘今年也还没有结婚。今年呀、啊，大概在期待公主娘今年要结婚无？因为我们今天是去拍全家福，拍一个合照。水尾雕，搁水拍面，好不好？你舍不得把妆弄掉？脚手紧无？头发还在啊，头发还在。伊讲伊做想要等 Q 猫的啊，伊可能后礼拜要去等 Q 猫啊。我的功力越来越强，隔天就要直播了。本妆一下子要变成彩妆、大家猜猜看，大帅哥看到他穿礼穿着婚纱会怎样？他呢？他会无眼，傻眼。没有，看明天大帅哥下来会不会哭得很惨？因为他把他画的不一样了。看明天会不会哭得很惨？刚有人想要公主娘收惊？啊，嫁鸡嫁王，想要叫孙女想惊。我一到五，一到五。他现在想开放礼拜六了。礼拜六，然后我日。啊，不要大家都要找太子收而已。要开放一到六了，然后太子生日。太子在收金很慢呢，一个人，一个公主要收三个，一个在收吧。有人说要给。你可以问一下他们有没有跟你们拍照啊？他们也拍完了，剩熊了，剩你还没拍而已，他们拍了。对啊，永祖牛今年快五十了，我、哦、没有啊，没有快五十啊。18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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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8
啊，很赞。我有看你们直播啊！安尼加分两支汤啊！干不！你安尼讲艺术，可能伊嘛要单台主啊哦！因这是伫一条迄落巷啊内底啦，嘿，盐埔内底一个无卖巷啦。啊，今天只是来做一个祝寿的表演，算是比较简单啦，对吧、啊？比较简单的一个表演啦。我知道大家很期待我们要开始热闹了，好不好？现在开始慢慢，已经慢慢在疫情有控制下来哦。十月哇，一礼拜拢出两摊嘞，好不好？六月、七月、八月都有，好不好？都有，每个月都有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之后有很多热闹要一直出了呢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太久没操都没有体力了？对啊，好啊，那个。我穿那个的照片吗？你要看吗？我想看太子。有没有人想看？想看以昌穿今天的三套婚纱，他今天穿的三套不一样。晚点我再播给大家看啊。你想干嘛？破我自己。啊，有没有想看的？想看的打想看。他的短裙很漂亮哦。想看。想看我穿吗？想看，刷起来，动作那边明天。要破一万哦。破一万，我马上。来着，马上分享。好、啊，我等着你晚上跟我晚上拍卸妆，我错一个。小帅边，还有大美女，还有多主良的美照。嗯，好，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。可是要破一万才有啊，没有一万怎么？没有。出来呢？我来讲哦，小生意不要出来啊，半年后啊，半年后啊，好不好？半年后靠我。是啊，对。太子有指示哦，我们要半年后才有机会再出的哦。从六月十四号之后，很多热闹，大家期待看好不好？啊，就知道我们出去各地做那个我们的绕境的时候就很有趣的，好吗？真期待现在，如果大帅哥他现在看到反应，他应该会笑得很尴尬。好了，我们大概就是今天先直播到这边了，好不好？
啊，因为我们这里算一个定点表演结束就要回去了。哎呀，今天还要过母亲节呢。那你就用这个留到明天。好啊，那之后等6月14号的时候，我们当天要做那个我们进香的时候再来做直播给大家看 ，OK？ 明天化妆收集好，好，啊，明天直播我们在 YouTube 哦，好不好？不在 FB， 在 YouTube， 好不好？大家反应很累格，画面很不顺 ，YouTube 会改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做直播结束了哦，好。拜拜了，记得喜欢我们的九龙太子镇的粉丝，金草莓大帅哥的粉丝，要记得追踪、按赞、分享，好不好 ？YouTube 也是要追起来。恭喜大家母亲节快乐！拜拜。